清油第二珍珠石斑旅游。有氧，加州卤，加州卤啊，加州卤，卤鱼，卤鱼，对啊，哦，卤鱼哦，对啊，哎，漂亮，中鱼了，那我拍一下，太好了，漂亮，这不好钓吧？对啊，鲈鱼你几缸钓几年下应该跑掉啊，应该是跑出来的啦，漂亮。刚才讲的那只啊，对啊，还有其他只啊？没有，那你这样就扒就扒到了。没有，我们钓的、啊。你用钓的、啊？他是在夹的呀。对啊，来夹啊，我们钓的、啊。我这个这样已经在外面一年多了，我们昨天钓也差不多都这样。差不多这样。借放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等下看我同学要不要，啊、看他能不能养。好吧。可以直接吃，要不要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钓好玩的啦。我家池塘那边附近有丢啊，我丢四十几只，只是都不大，之前丢都这样子而已，这只比较大。这里都差不多这样。都差不多这样。哦，感谢借我放一下。好，因为我是没带桶子，我有带打气的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因为我看到那边其实很多，都在边边。很多啊，都在旁边而已啊。